接下来带你来到高雄卫武营欣赏歌剧《茶花女》。全球上演次数最多、最受欢迎的歌剧《茶花女》精彩重现。在疫情期间，卫武营所推出的旗舰歌剧《茶花女》也受到国际的注目，展现卫武营旗舰歌剧必看的精彩魅力。这样子一个卡司，对于说要呈现威尔第的这个《茶花女》这样一个经典的作品来说，它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而且甚至它会带来一些更不一样的东西啊。这个也是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即便是在国际的舞台上，好，那我们两位女主角黄丽瑾老师还有耿丽老师都是有在国内外演出的经验。我想这个现在是一个全球的这样子一个趋势，其实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跨国然后全球化之下呢，其实每一个地方的表演艺术工作者都有那样子的机会可以去对每一个任何地方的这个表演艺术的作品来做出新的诠释。威尔第歌剧《茶花女》的简单与美丽造就经典，这次安排两组不同的卡司组合，展现茶花女的两种不同风貌与见解。对于刚开始想接触歌剧的剧迷们，《茶花女》是一部非常好入门的剧码。时方新闻郭文许建议高雄采访报道。